诸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这个星期六，然后有佛学讲座。那么我们这一次用的是《佛说当来辩经》。那么听这部经的经名大家就很清楚，当来辩经，也就是佛教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世尊在经典告诉我们，有你不遵守佛陀的教诲，就会令佛法毁灭。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世间意没有放下。这个世间意在你的意识当中常常的蠢动，常常的在那里影响着你的思考，所以你碰到事情你不是想到佛法，你都是用你世间的见解，用你世间的看法想法来决定事情。那么身为一个佛陀的弟子，为什么世间意还是这么重？就是因为你熏习的力量太小，你跟佛法不够熟悉，非常的生疏，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的都是世间的方法，都是用世间的手段在应付人事，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你心里的烦恼，所以才导致佛教的衰败以及毁灭。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佛法的传承，佛法是传承给真正有功夫的人，明心见性的人，不是在搞子孙庙，不是法眷传法。这法眷传法只是形式而已，没有实质。为什么？因为这个传法的人断不了烦恼，不是真正的宗师所以没有办法领导他这个宗派的学人处理三界。那么现在还有更离谱的、更夸张的这传授，他是打着佛教的名义传授这个世间的儒释道用十方的财物做世间的事情像这个佛门的信众化缘，但是呢他去做世间事他也说他遵守古大德的教诲，但是里面呢全部都是在弄世间法那么你供养这种地方有没有功德只能说有一点福报
不能算是功德。在佛门里面，你要真正能够修到福报，修到功德，无漏的功德，你要弘扬大乘，你要应诵大乘经典，帮助大乘佛法流通。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你应这个世间的经典，做世间的事，他的功德就好像萤火虫的光，忽明忽暗啊，一下有一下没有。那么应诵大乘经典，护持佛陀的正法，你的功德如同日光能遍照一切，无所不照，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啊。所以你们看现在有一些有大福报的人非常的有权有势，而且他的财富富可敌国。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福报？都是过去生在佛门里面护持大乘佛法应诵大乘经典因为大乘可以让众生成见性里面所说的都是讲我们的心性教导众生都是最快速处理的方法最巧妙的，而且契合每一位众生的根器所以你能够流通正法这个福报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相比的那么想要让正法可以久住我们自己身为佛陀的弟子，你就必须要有正法眼罩这正法眼罩就是正知正见或是叫做责法眼什么法当学，什么法不当学不要把这个不了义法当作是宝这个不了义就是不能帮助你处理三界不能把你烦恼给除断的这些通通称之为不了义法这法不光是这经典，还包括做法、想法说法通通都是不光只是你的知见你的做法、想法只要与这个心性相违背的你都要放下，你都要舍弃不要再念念的执着念念的希求这些不能帮助我们出三界那么你怎么样觉察你的心性你的心念跟经典相不相应呢你要透过念佛在现代确实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呢令众生成就了所以呢这个佛号你要老实的念认真的念不要懈怠不要偷懒每天呢这功课不要间断像我们最近印了一个功课表你们都可以请回去天天督促自己用功那么用功完了在佛前做个回向愿生西方你不要求世间法这世间呢你要
赶紧放下，你不要再执着。啊，你求道呢，顺你意呢，你又贪着了；不顺你意呢，你又退心了。啊，何必呢？不用对这个世间起希求想。那么你这个功夫，这个用功啊，才是真正的发心，才是真正的修行啊。这个大家要清楚。所以像现在有一些他拿这个佛教的名义来跟你化缘，但实际上他去搞这些世间法那你们要注意了，你不要受骗上当。你不然你以为你自己在修佛，实际上你在帮助佛法毁灭你还以为修道佛了，但是呢这个适得其反所以要知道要注意那么希望呢这个星期六大家有空一起来学习这部经典对我们起莫大的警惕给予我们呢最深的省思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自己的观念，看看是不是在毁灭正法还是呢在助佛转轮这当来辩经你要是真正听懂了可以把末法变为正法不是只有正法变成末法你要是跟里面所说的这些恶行相违背的话，那么末法时期就变成正法时期但是如果你像佛说的一样继续的造业，继续的用这个世间义来行佛法，那么你就是把正法变成灭法变成末法那么这个全在你的观念正不正知见呢正不正确不在于释迦牟尼佛那一边那么希望每位同修都能够来随喜参加。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